喜欢去台湾小吃，因为要会这样。哎，哪有艺人讲这种话？你来这边就是我喜欢去台湾小吃，因为芝麻江湖道，直接比天高。以为是温柔没感觉，以为是翩翩美少年。长剑化神雕，心虚佳人如迢迢，温柔一山静远，冰清玉洁有谁怜？期待月相见，不换生死两相约，携手为红尘，生生世世直到永远。我说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啊？我们今天所扮演的呢是齐天大圣孙悟空里面的两位仙子，我本人呢就是所谓的紫薇仙子，而我是紫兰，对不对？对，其实你是大头仙子，不是，其实我是周星驰里面的如花。那因为最近的齐天大圣孙悟空马上就要上档了，所以我们特定的为了帮这部那个，怎么讲，就是。八点档大戏，好好做一下宣传，因为是你知道杨老板投资的，所以我们特地选了里面两个最漂亮的角色来扮演。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扮演他们之外呢，还特地请到真的在这部戏里面扮演那个紫薇跟紫兰的两位仙子的那个怎么讲 ？Twin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他们。他们今天特别搭飞机过来的。Hello， 你们好，很漂亮。是你的角色吗？对，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哎，等等，你踩到我的地基，不好意思哦，我懒得去想你这样弄。来，你先介绍一下，这两位仙子的功能是什么？我是一个爱打架，爱打架的，对。耳朵很脏，耳朵脏，这个耳朵是你拍戏的时候戴的吗？对，我戴过，这是我穿过的。哎，那你们有没有拿去洗啊？还是说直接拿来给我们穿？好像没有，我看你们丑，我不知道，还好不丑不丑。然后，那你叫什么名字？紫兰，不是我说本人，我叫阿萨，阿萨，阿萨，蔡卓妍，蔡卓妍。那你呢？我是阿娇，钟欣桐，钟欣桐。然后你是在戏里扮我的这个角色是紫薇。紫薇仙子，那你在这戏里面的特色是什么？特色是很爱捉弄人哦。哦，很爱捉弄人。嗯，反正两个人在戏里面就是很活泼的角色，是不是？对不对？是啊。那拍这出戏是不是很辛苦？最辛苦的是，因为我们在横店拍嘛，天气很冷，然后我们要穿这个衣服，不可以打底。你明白吗？可以打底。对了，就很冷咯。哦，不在里面不能穿别的衣服，就是说直接要透明的纱料，有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拍摄会一直发抖，是不是？嗯。那你觉得拍这出戏最辛苦的地方是哪里？最辛苦就是冷咯，也是觉得很冷。是啊。那你们俩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吗？不是啊。这是我第三次，我第二次。好不好玩？台湾都是工作咯，都没有时间去玩，是不是？没有啊。那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一下？其实我之前去过天母。天母？对，我很喜欢天母，很漂亮。有没有想吃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去台湾小吃，因为又会这样。哎，哪有艺人讲这种话？你来这边就是我喜欢吃台湾小吃，因为台湾小吃奇怪，又咸啊又甜。那我觉得你们香港食物对呀，也有香港真的好吃啊。台湾的食物也很好吃啊，可能是没有吃到对的。你说什么东西又咸又甜？你把话讲清楚。那什么叫肉圆呢？霸王哦，霸王。啊，对对，这个又甜又甜酱，对啊，里面有一个肉，里面有肉，可是外面酱却甜甜的，对，那就是台湾小吃的特色啊，甜不辣也是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吃完，好不好吃？
好吃啊、哦！真的吗？嗯、不会觉得还是觉得不好吃，你还是觉得不好吃，好好吃哦。那你们这次会待几天呢？在台湾？今天晚上就走了。哦，今天晚上就要走了。嗯、那你们拍这部戏里面，你们觉得谁的演技是你们觉得最佩服的？在齐天大圣孙悟空里面，这是孙悟空吗？哎，感觉不对，孙悟空来来来来，代表我们对张卫健的尊敬啊，他非常辛苦，我们一起弄一次。齐天大圣孙悟空，来来，谁最佩服孙悟空？是不是？是，为什么？因为他不用睡觉，嗯哼，嗯，每天都工作，还可以讲到很多对白。哦，因为他在这出戏里面很多台词都是他自己设计跟加上去的。嗯、那有没有看到大 S？ 大有啊，我跟他拍过照。好像一个 fans 一样，你喜欢？因为我们在横店的时候看他的戏嘛，《流星花园》对呀、啊嗯，哎，我以为不可以说，可以讲，可以讲。台湾很开放，不像香港， okay. 还在报仇，还在吸那个小事的事。他们这次来好像有去一个地方嘛，去玩哪里？哦，有到乌来去玩是不是？嗯，是的，今天好玩吗？讲实话没关系，乌来我也很少去。风景很美，风景很美，但会不会觉得去的时候觉得，哎，我来这儿干嘛？应该会吧，有一点这种感觉，对不对？有。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到乌来的新闻。一下飞机 ，Twins 直接驱车前往乌来的温泉旅馆，和张卫健、黄一飞会合。原住民的传统迎宾仪式，让大师兄牛魔王玩得不亦乐乎。除了尝一尝传统的原住民美食，一个晚上叫价6600元的观景套房，附设的温泉浴缸，让只有6个小时停留的 Twins 大喊真可惜。偷偷的已经泡过了。没有啊，没时间，其实自己都很想，因为在香港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很想可以 relax 一下，但是都没有时间。打我，打死我啊！打我，为什么不打我？打我，自然先生你也敢打？我打醒你啊！好好好，是该这样打，打得好，打得妙，力道刚刚好，位置适当，刚刚好，又有两个熊猫眼，打得真精彩啊！香港当红的女子团体 Twins 在杨老板的赏识下，特别邀来扮演紫兰和紫薇仙子。蔡卓妍和 Dicky 除了有纠葛不清的感情戏外，还有吻戏。跟 Dicky 有感情的戏，还有什么？哎呀，你帮帮我啦！我的而且他很爱玩呢，我又爱玩，那大家都大家都玩哦。忙。而新红郭家威采访报道。哎，你们两个看我们两个这样穿古装，你们觉得漂亮吗？很漂亮。好巧，眼神根本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很像男扮女装哎。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长得脸太时尚，然后穿上古装很不搭嘎？啊，但是我的脸很肥，我穿是古装都不好看。你的脸哪会肥啊？很肥，因为你刚刚有没有看那片段？其实不会啊，你是该不会是觉得自己还是很胖，然后再减肥的人吧？不是，我其实我身我觉得都OK 啦，但是我的脸呢，脸型很圆的，很难减、哦，就是跟他一样吗？对啊，你刚刚看到我就知道了。哎，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才十几岁而已？19，21。你已经21，然后你是19岁。19，那你们两个如果平常不工作的话，真的私底下很熟吗？还是说其实不工作就不会互相联络？是不是很熟？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工作要做，每天都见面了。那真的会觉得很喜欢跟他一起工作吗？会不会难免在心里想说烦了又要见到他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没有啊，如果不见到他，好像有一些东西怪怪的，怪了什么样子？对，那你们两个将来会来台湾出唱片吗？希望
明年，没关系，妈妈可以，希望明年有机会，明年哎，对了，嗯，好，那因为 Twins 呢，他们等一下还要赶8:30的飞机回香港，你们一回香港就立刻有工作吗？5点呢？明天5点钟，不会是早上吧？对，早上哇，早上5点钟，你起得来吗？不想起。也要吃呢，也没办法。你会不会在早上很早起床的时候经历过一段翻白眼的阶段？就是早上，比如说闹钟响了，对不对？然后就对，一直眼睛闭着。你会有这种状况吗？我会看不清楚东西，然后把碰到会撞到，对，撞个门啊，柜衣柜啊。啊，好辛苦哦。那你呢？你回去也是立刻有工作吗？没有啊，早上有咯，但是不是那么早哦，就是正常时间，是不是？好，那已经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跟台湾的那个怎么讲 fans 们聊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话想要告诉大家的？比如说宣传你们的新戏啊，都可以。请大家支持《西游记》。对。又错了，齐天大圣是有是，不是哦，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样才对，好吧，这是一种尊敬，好不好？啊，再来一次，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齐天大圣孙悟空，很好，非常谢谢 Twins 来上我们节目，谢谢，希望你们赶快再来台湾，谢谢，辛苦了，赶快去赶飞机，现在会堵车，谢谢，拜拜拜。其实台湾东西是很好吃的，对啊，是，天天来再带你去吃，好啊，然后立刻开始讲他们坏话，心机这么重。